各位同学，大家晚上好。阿弥陀佛。同学们，要我跟大家讲几句话。 我听到也很欢喜，啊，总算是我们有缘，没有缘呢听不到，算有缘。跟大家讲什么呢？现在在这个地球上，宗教没落了。 儒释道都衰了，佛法也不例外。讲经教学不容易，要三宝加持，最重要的是要我们这一代人有福报。啊，没有福报，三宝加持。 加不上，啊，所以关键还是在自己。就像读书一样，我在66年前刚刚听到佛法。 我亲近方东梅教授，跟他学哲学。那一年我26岁，对于宗教，基本上来说都不能接受，总以为宗教是迷信。 宗教是骗人的，方老师跟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，最后一个单元《佛经哲学》，我感到非常惊讶。我说佛是宗教，是迷信，他怎么会有哲学？ 老师告诉他：“你还年轻，你不懂的。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大乘经典是全世界。” 哲学的最高峰，又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是这样入佛门来的，不是出家人讲经教学，不是，是因为哲学界很著名的一位大德，他给我讲哲学概论的时候。 说出佛经哲学，我就从这儿入门的，所以入门是从学术。那个时代，66年前，我相信诸位都能体会到，社会风气还算不错。这些年来。 一年不如一年的，我们必须知道什么原因。老师也讲了两句话：我们年轻总想多学一点东西，希望能够到学校里听老师的课。
啊，他在台湾大学教授，老师告诉我，现代的学校是66年前，不是现在，66年前。然后说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你要到学校去听课，你会大失所望。啊，我听到老师这几句话，完全拒绝了，没指望了。所以表情一定是很难过。大概过了5-6分钟，老师说了，你真想学，到我家里来。啊，这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。跟我约了每个星期天，上午9点钟到9点半到11点半。2个小时，每一个星期上一堂课，2个小时。我的哲学是在他家里学的，啊，哲学讲到最后，讲到佛经哲学，我们才真正了解。佛法不是迷信的。啊，那近代这66年过去了，我们接近了西方的科学，特别是量子力学，啊，很时髦的话，我也可以告诉诸位，大乘佛教是量子科学的最高峰，啊。科学跟哲学都在大乘经里，认真好好去学，确实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。佛当年在世说了84000法，啊，84000法是形容，是讲究竟圆满。啊，佛有没有说这么多呢？没有，没那么多时间。佛讲经教学49年，啊，但是要知道，佛陀那个时代，出家人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每天上午都要出去徒步，啊。吃饭不能过重，啊，一定是11点半左右，啊，太阳日中的时候，啊，晚上睡觉树下一宿，过这样的生活。佛陀讲经的时间就不是很长，啊，应该是吃完饭之后，这个空档是佛讲经。啊，我们估计应该有3个小时到4个小时。讲经300余会，说法49年。啊，他老人家是30岁开悟的，开悟之后就讲经，79岁圆寂的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说80岁，虚岁，外国人讲14年龄，79岁圆寂。啊，对于佛陀的一生的历史我们要知道，才不会迷失方向，才不会走错路。那我学佛之后
缘分很殊胜，亲近了张家大师。我的佛学基础，张家大师给我奠定的。我跟他三年，他往生以后，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，跟他十年啊，这个十年前面七年是听他老人家讲经，后面三年是亲近老人家，我也开始讲经啊，我是出家33岁，第二天白胜法师就请我到他办的石浦寺的三藏学院去教学啊，所以我出家第二天就上佛学院去上课啊，讲经一直没有空过啊，到今年58年啊，但是今年体力差了啊，毕竟是91岁，中气不足，话说多了很累啊，从前没有过的。最盛的时候我是每天讲经9个小时啊，上午3个小时，下午3个小时，晚上3个小时。那段时期在美国啊，美国的缘也很深。美国学佛比较上困难，工作太忙，空闲的时间很少啊，他每一天每个星期2天放假，星期六跟星期天都放假啊，工作5天啊，所以一个星期只有2天可以学习经教啊，不是每天都能讲经啊，只有星期六星期五的晚上，星期六的一天啊，星期天虽然他不上班，他要整理家庭，要打清洁环境，足足要1天的事情啊，居住的环境好，房子很大，有院子啊，要请别人来给你做，工资是论小时算的，1个小时多少钱，这样算，不是一天啊，他是论小时算的啊，所以大家为了节省一点钱的事都留在自己做啊，星期天这些天工作的，整理一下家园。那么佛所讲的84000法门不是夸张的话，是真的啊，但是佛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住世49年啊，这一开悟之后就讲解，有没有讲这么多了？没有。那84000怎么来的？84000是个圆满的数字。佛说法是应机说法，你是什么样的根基，你能接受哪些佛法，他就教你，因人而异。
应机而异，啊，不相同的，而且所有的经典只讲一次，没有讲过第二次的，啊，但是有例外，唯独净土宗的不止一次，啊，净土宗的经典。无论是小本弥陀经、大本的无量寿经，都是多次宣讲，很特殊。啊，弥陀经究竟讲多少次？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的版本不一样，就知道无量寿经最多。啊，在中国有12种译本，那么换句话说，至少释迦牟尼佛无量寿经讲了12遍，12遍全集记下来了，流传到后世。啊，中文大藏经里面，这12种里面有7种失传了。找不到，经体有，啊，能找得到经体，但是经找不到，啊，这证明多次宣讲。蒙古大藏经里面，蒙文也是直接从梵文翻译的，有17种。啊，日本大藏经里头有这些经体，啊，但是内容也找不到了，啊，所以多次宣讲。为什么多次宣讲？今天晚上我给诸位介绍这一章，啊，大家都有了。这是藕益大师的开始。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法门，末法时期只有这个法门，一生决定得度，千万不能错过。如果你错过这桩事情，你就大错了啊！按照这个法门说的人不一样，意见不相同。我们到底跟谁学？中国人懂得教学，会学啊，应该怎么学？一个老师，你走的是一条路；两个老师，你走了岔路了，到底哪一条好？不知道。3条路，3岔路口，4条路，10字箭头，越来越麻烦，你很难有成就。为什么？你的思维是乱的，你心不定。学佛必须要知道，佛法的教学始终离不开戒定慧。啊，戒是方法。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慧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净土宗方法好在哪里？它就在心愿行。啊，所以我们把这个文跟诸位简单念一遍。藕益大师说。念佛法门，别无其德。啊，没有奇怪，也没有特殊。只深信力行
我要。这一句话讲完了，深信你对于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怀疑。啊，怎么样不怀疑呢？哦，希望无量寿经，最好是净土五经都读过。啊，最重要的是无量寿经，介绍西方极乐世界。要知道这个经决定是真的，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讲，就这一部经。没有听说另外一部经是讲过两遍三遍的，没有。佛为什么多次宣讲？目的就是普度众生，希望大家遇到这个法门，依教奉行，你就决定得度，一个都不空，万修万人去。啊，问题就是你对他信心动摇，这极乐世界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这个麻烦就大了，信心不具足的去不了。第二个是愿心，我愿意去，极乐世界真有，这第一个信心具足，我一点都不怀疑。啊，阿弥陀经我讲了十几遍，无量寿经也讲了十几遍。啊，越讲越欢喜。啊，信心具足。力行就是念佛，支持名号。啊，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今天把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在这本书里头，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善死。啊，这里就有一张照片，海贤老和尚照片。在这个时代，最慈悲、最难得的，为我们做榜样。啊，老和尚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20岁出家，啊，家里非常清寒，一生过苦日子，他的师父传戒法师，了不起的人。我们看到他的传记，就知道那是个再来人，不是普通人。给闲工老和尚剃度，他20岁出家剃度，只教他一句话：“南无阿弥陀佛。”嘱咐他一直念下去。啊，又告诉他：“明白了，不能乱说。”不能说。海贤老和尚的成就得力于他一生老实听话正干，这个条件就成功了。啊，谨记住自己师父一句话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他112岁往生，2013年，啊，2013年，今年是2017年，4年前往生，距离我们很近。啊，他的弟子替老和尚
写了一个纪念册，很值得看。啊，记载老和尚一生修行。啊，我看到他这些报告，这个老和尚应该是30岁之前念佛功夫成片，啊，也就是想应该在25岁先后，因为一般得功夫成片的3年，他24岁讲应该在23、24岁得功夫成片，啊，30岁，我相信不超过30岁的事业心不乱，40岁的理业心不乱，事业心不乱相当于阿罗汉，理业心不乱相当于化身菩萨，跟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是平等的阶级。华严经上初度以上，不容易啊！啊，他的师父叮咛他一句话，明白了，不能乱说，不能说，这话什么意思？开悟了，他开悟了之后，一切法门教理全通了，但是怎么样？不能说，真的不能说。啊，所以一生你看他平平常常，没有话说，人家问他佛法就念阿弥陀佛，没有第二句话好说，真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不是简单的人物啊！啊，是因为生在这个时代，啊，不许说，啊，说的时候有灾难，不说，明哲保身，这个我们要能体会得到。要能看得出来，这是我们今天学佛最好的榜样。啊，可是佛法要承传，不承传，在这个时间就断了。传什么？只有传净宗法，保证你这一生念佛。往生极乐世界，好啊！一了百了啊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等于成佛。你在一生当中成佛，你要不要？要。欧耶大师今天这份开示。诸位好好的依教奉行，恭喜你，你是极乐世界弥陀弟子，你不是凡人。如果你对他有怀疑，对这个世界还有留恋，还不想走，那就错了，大错特错了。啊，这个法门就简单这一章，可以说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精华就在此地，希望大家千万不要空过。啊，下面五一大师
用佛的话来说，佛云：若人但念弥陀佛，是名无上甚妙者。念佛比参禅殊胜，参禅一百个参禅难得有一个开悟，念佛的一千人念，一万人念，个个往生，一个都不漏掉。你说哪个法门好？我们应该学哪个法门？啊，念佛是无上甚妙禅。人家也劝你学禅，我这阿弥陀佛是无上甚妙禅，比你这个禅高啊。不能见到别人就起心动念，心就动摇了。哎，学学那个法门不错啊，没有一个法门能保证你成就，只有念佛往生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保证你成就，这一章就是保证书啊。天台云，天台大师，唐朝智者大师啊。这天台宗的祖师，他说四种三昧同名念佛，念佛三昧，三昧中我啊。这是天台家修持观，跟念佛来比，天台大师也说念佛三昧，三昧中我。这都是真我。如果你要是真的明白了，在佛的这个经教之下，你就能如如不动。要不要学经教？要。为什么要学经教？不能把佛法断。但是这不是第一个做大事。第一桩大事，我们怎样脱离六道轮回？那就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第一桩大事。弘法利生是第二桩事情。有缘就做，没有缘老是念佛，像海鲜老和尚啊，最后现身说法，你看他的成就，就对净宗增长信心。他用这个方法来度化众生。啊，表演真是云起是莲池大师啊。莲池大师说一句阿弥陀盖罗八教，这个八教是大乘八个宗，啊，贤首是修华严，贤首宗、贤首大师是开山祖师，智者大师法华宗，天台山天台，窥基大师法相宗，啊，还有从印度传过来。大摩寺传过来禅宗，在中国还有密宗，而这个密宗跟律宗啊，律宗啊，净土大乘八个宗派。八教一句阿弥陀佛全包括了啊，概罗就是包括原始五宗，五宗是讲禅宗，禅宗六祖以后一华五业啊，它分
五个宗派啊，那就是说教禅都在一句佛号当中，圆圆满满，你要记得这一句佛号统统包括，大乘小乘全在里头，显教密教啊，这个法门遇到了大福报啊！你怎么会遇到这个法门？不仅是释迦牟尼佛度众生的第一法门，一切诸佛如来普度十方诸佛刹土众生，都是这一句法，没有例外的。真是你福报太大，但是你如果说迷了，还想学这个学那个，那就太可惜了。下面欧益大师感叹的是：可惜今日将念佛看作清净果道啊，要学高深的啊，这是老太婆学的，不认识字的人学的啊，自己不甘心学这个啊，看海鲜老和尚不认识字啊，我们读的书比他多啊，所以我们可以学经教，如果知道他最后的表演是圆满成功，我们最后一招能不能跟他相比，这个大问题啊！他老人家的秘诀，一天到晚24小时，就是一句佛号。真的是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啊，所以将念佛看作前进勾道，为与福与福功夫。所以信不生，行也不立，终日悠悠，静光默刻啊，设有巧舍方便与圣明此三昧者，动以参究谁自相生啊，以为参禅，禅师搞不错，殊不知现前一念能念之心，本是立国绝非，不消所依立绝，即现前一句所念之佛，也本是超前立即，何劳受妙叹许。这是欧益大师慈悲，把念佛法门跟教下宗门做个简单的比较。啊，不认识的人以为念佛浅，没有什么稀奇啊，禅高妙啊，教妙啊，谈玄说妙啊，玄是指的禅宗，妙是指的教下啊，教下四个宗派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下面说直贵信得起，敬重信是第一要件，信有极乐世界，信有六道轮回，我们如果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，肯定是六道轮回啊，六道轮回是业力变现，
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有善有恶，善感的三善道，恶则感三恶道，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很可怕的，不能不知道啊。所以这个法门信得起，守得稳，稳什么？决定不改变，我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啊，直念心，直下念去，或昼夜十万，或是五万、三万，以决定不缺为准，彼此一生事无改变。若不得往生者，三世诸佛变为诳语。你们想想，佛会骗人吗？佛不会骗人，祖师大德不会骗人。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些祖师大德、先生、智者，偶业、廉耻，都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、大善之事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他们来到这个世界，实现一个普通人，为我们表法，给我们做榜样。你看他一生，最后往生境界就不一样了。是，一得往生，永无退转，种种法门呢，先得先求。这就是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，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全都通，到极乐世界自然通达啊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弥陀一应而说法，众生随类过得行，不能小看了经宗，经宗太伟大了啊，真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，保证解决啊，决定没有妄语。下面警告我们，切记今日张三明日李四，就是你有信心，但是你的心不专，你的欲望很多，看到经想学经教，啊，看到戒就想穿袍大衣啊，注重这些形式，这样就错了啊！所以欲教下人，就想寻章择句，想学讲经教学；欲宗门人，遇到参禅的人啊，又是参究或答问。啊，欲持戒人，持戒啊，又是大义用波，此则头头不了，账账不清，错了，大错的错了啊！但是这种人很多啊，我们看到很多，我过去讲了大概大小经典有一百多种啊，
我在85岁那一年彻底的放下了，华严经放下，华严我讲了4000个小时，讲了多少呢？1/5，用我的方法讲，一直讲下去，华严经讲完需要20000个小时。我想到什么问题呢？生死没把握，放下了，不讲了，专讲无量寿经，专念阿弥陀佛，我求生净土要紧。所以要真的想到生死是大的，其他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自己要想到自己未来怎么办，这一口气不来之后我到哪里去，这才叫大事啊。下面勉励我也都是真话，岂知念得阿弥陀佛说，这句佛号念熟，像海鲜老和人一样念熟了，三藏十二部集则教理都在必须，这讲教下，这一部大藏经你全通了。我们要问海鲜老和尚通不通？通。为什么他不讲？他的师父叫他明白了，不能乱说，不能说，守住师父的教诲啊！他不是不会，他很内行，你念什么经他都知道啊。你不懂意思他懂，下面1700公案禅宗的向上机关怎么开悟，也在这一句佛号里头，也在这句3000为已8万4000三句境界也在里续。下面大乘菩萨修的6波罗蜜，这一句佛号6度圆满，你看真能念佛，念佛放下身心世界就是大布施，6波罗蜜第一个大布施，真能念佛，不复起贪嗔痴，这就是持戒。贪嗔痴慢一断，就是戒律圆满。放下身心世界，大布施布施，持戒。不计较是非人我，就是大人数。真能念佛，不烧间断夹杂，大境界。真能念佛，不复妄想痴着，就是大禅定。真能念佛，不为他己所惑，就是大智慧。菩萨所修的天台法华，菩萨所修的6波罗蜜，这一句佛号就圆满，多简单，何必找那么麻烦？你们年轻有的是时间，可以去找，我不敢找了。我这样的年龄，随时可以往生。现在阿弥陀佛还没来及，还有工作没有干完，这个工作在我想来就是汉学院，
宗教学院，啊，目的是想办宗教大学，帮助全世界的宗教都能够通达教义，都能够讲经教学，要不然搞迷信啊，所以那就要办个世界宗教大学，帮助全世界啊。在英国，我们这个晚的问题已经正式提出了讨论啊，而且有行动啊，英国在今年下半年要开办一个博士班，和谐博士啊，办这个班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希望每一个宗教能够推选两个学生博士生啊，干什么？讲经教学啊，培养教师，把整个世界佛教回归教育。我们肯定宗教是教育啊，依照中国文字来说，中国宗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主要的，第二个重要的，第三个尊重，尊重崇高。教也有三个意思，教育、教学、教化。宗教两个字连起来，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尊崇的教化。这两个字定义如是。啊，现在在宗教的佛教的找不到这三条，所以要恢复。啊，不但佛教要恢复，所有宗教都要恢复，每一个宗教都好。啊，众生的根性不一样，像大家口味不一样，有人喜欢佛，有人喜欢道。有人喜欢基督，有人喜欢安娜，不一样，各随所好，都好。啊，众神一体，宗教一家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我们希望宗教教育能够带给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走这条路，啊，西方人已经开始。我们要追上啊！现在第一个阶段培养师资啊，英国人带头的，下半年招生大概十几个宗教啊，每个宗教两个学生，还要派一个指导教授，三年，他们毕业了，个个都能讲啊，个个都通达，学习自己的宗教也要学习别人的宗教，宗教与宗教之间的矛盾要化解啊，戒律，你比如说佛教讲的五戒十善，每一个宗教经典都对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五戒十善是所有宗教共同的戒条，没有一个宗教不提倡的，这是好事情啊。那么旧的宗教我们也有个想法，不能废除，不能不要，为什么？它是历史啊，从旧的这个寺院庵堂教堂可以看到宗教的历史啊，那么旧的宗教一律归宗教历史文物馆，用这个名义
把它保留，啊，而且一样把它建筑得很好，啊，这个里面可以做佛寺，可以做礼拜的，都可以。那是旧的，你看古老的宗教是那样，啊，新的是教育，啊，是学校，啊，大学、中学、小学是办学，啊，活动是宗教有宗教活动中心，啊，所有宗教办活动都在一起，大家都看到，互相学习，互相帮助，好，希望宗教变成一家人，啊，一家人吃东西口味不一样，有人喜欢吃甜的，有人喜欢吃辣的，啊，所以所有宗教我们都要给它保留，都要对它尊重，啊，它是我们的老前辈，要这样去想。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希望世界和平，啊，希望宗教带给我们安定和谐，帮助我们化解冲突。啊，菩萨六波罗蜜也在这个里头。我把这点底下念完。世子经典若身心失戒，又未放下贪嗔痴慢，啊，贪嗔痴念又自现起，是非缘果，还有情况间断夹杂，还没有出尽，妄想痴执又未永灭，种种他计又能获知迷惑，便不为真念佛也。这是维也大师这两行半告诉我真念佛是什么样子。这些烦恼习气还在，这是假念佛，这不是真念佛。真念佛的这通通放下了。那么下面再告诉我，这很重要，要到一心不乱境界，亦无他术，啊，想念到一心不乱也没有别的方法，最初下手需用念珠，记得分明，刻定过程，决定无缺，这就是最初下手还要用念计数，啊，计数你的心不会有胡思乱想，啊，慢慢吸气把它念掉，啊，念到熟了，成熟了，不念自念，这个时候计数行，不计数也行，就没有拘束了，啊。底下这个最后的两行半给我们警惕，啊，若粗心粗化心，便要说好看的话，要不着相，要学圆融自在，这总是性不胜行不立，饶你讲的十二分九，你今天讲的再好没用处，啊，下得千七百转语，这叫参禅，皆是生死安边死，不能成就，成就太难了，不是跟你讲开玩笑的话。禅宗上上跟人修的，我学佛的时候
我的三个老师啊，方东美先生、张家大师、李炳南老居士都警告我，禅不能碰，迷不能碰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这个根性啊，只许苦教下，探讨经典，增长信心，对佛法认识，最后归净土，一心念佛，求愿往生。啊，今天我们的缘非常殊胜，我把欧耶大师这段开示介绍给大家，这一张纸就可以保证我们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如果你要不愿意念经念咒，要不愿意的话，就这一张纸就行，它代表整个净土宗。祖师的话要记住啊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，决定不能够见异思迁。别人学这学那，我们点头好，很好，叫我学我不学，我比不上你，你有本事学，我没本事学啊，我只有念佛求生净土，你说我不如你，我是不如啊，我不给你争啊，我对你尊重啊，我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知道这是保证书啊，决定有成就。希望我们大家心愿真，求生净土，学莲海贤老和尚啊，这是我们末法时期最好的导师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最后的成就不可思议，给我们做出榜样。距离我4年前走的，千万别忘记，天天看着老和尚的像，向老和尚学习就对了。我们今天晚上就说到此地，谢谢大家。